千机石只有他自己取得出来，若要强取，千机石也会自毁的。抢跑！怎么是雪？想不到老夫也会中计。雪葵，叶大师见笑了。一生人世，二生葵身，三生彼岸花开。雪葵，你所要的葵心乃是万年玄冰所凝成的冰魄，而不是这小子体内的千机石。大师，代我复活他，叫他亲自为我取出千机石，可好？休想！你也中计了吧？